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？都买回来了。天天吃这玩意儿，吃够够的了，我不吃了。坐下干啥呀？出去溜达溜达去呗。你老支我出去干啥？有事儿啊？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，我要用这房子。干啥呀？猜还猜不出来吗？又要相亲呐？对了，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？谁呀？这是？不是我相亲，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。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？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。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？正理儿呢，都上男方家相亲的，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。就是那小宋是吧？你还挺聪明的，猜对了。不，你怎么老惦着他呢？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，从6楼跳下去的，都没摔死他回来了又。我呀，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你情敌吗？给他安排出去，你不就放心了吗？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，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，还我情敌？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了呢吗？还不让我进去吗？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？这不是吗？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？你不出去不好，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。啊，那女的班上得先到，你帮着接待一下。我咋接待呀？说好话，夸小宋。啊，我夸他1米7、8大个，那长得白白净净，双眼爆皮儿。上帝呀、啊，我们又撒谎了，你说。你那是说话呢吗？那我夸他啥？你说啥？咋夸？夸优点呗。他有吗？会扭秧歌吧？会体贴人吧？积极向上，乐观主义精神，救人的笑声，你有吗？你上精神病院听去，到那都是。夸他。行，我夸。咱俩把小宋送走，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。是不是？那个屋收拾干净了，就这还造埋汰的，收拾收拾。好，我接人去啊。嗯。给屋收拾收拾。行，我就是该他的，这一天嘚瑟的。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，那才怪呢，孩子。哎呀，这啥天来的？不是还在家吗？啊啊，来了。你好。你是相亲的吗？坐。海燕呢？啊？海燕呢？刚出去，你没用着吗？真有意思，还躲出去了。坐下吧，坐下没事。我给你放这儿吧，行吗？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呀，在合唱团认识的。海燕呀，总叫我扭秧歌，我就合计呢，这秧歌我扭不扭呢？你听说？我跟你说，千万别扭。那玩意儿容易受伤，那受啥伤啊？我也不踩高跷，也崴不着我。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，我这是情伤。我被拧秧的给我伤完了，我都啊。那有啥呢？别唠了，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？没咋细介绍，还介绍啥？就明摆着呢吗？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？个头没问题。来，你站起来，我看你得多高。大哥真直接，见面跟我比一下，那比吧。来，站起来，我量一下。哎呀，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，我告诉你。不用加鞋垫，个头啊不是问题。个头不是问题，黑点行不？黑显得结实。白显得健康。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？房子没事啊，房子我有，我现在一个人儿，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。那你这条件，这黑也不是问题，个小也不是问题，就等于没问题了。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，就是。大哥，那你看你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洗点水果啊，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咱就回来了。不用客气。嗯，好，来，进里屋吧。
哎呀，宋啊，小宋，这完蛋的玩意儿到家门口了，咋还打退堂鼓了呢？走啊，海燕呐、啊。我这心呐、啊，咣咣的自个跳，就我这嗓子眼细，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。多完蛋！你怕啥的？就相亲，成算不成拉倒呗。那女的也不吃你。我不怕那女的，我怕你那表哥。怕他干啥呀？他还在里屋住呢。对呀。哎，海燕，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？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？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？你表哥哥挺好的，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。哎呀妈呀，那样呢？别磨叽了，快进来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呀，来了。啊，这是谁呀？我啊。小宋吗？他还戴着眼镜呢，眼睛坏了。不是，这不海燕告诉我吗？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？这多少度呢？这家还整个，哎妈，你这没镜片呐？大哥，你怎么老揍我了？我天！我告诉你，这女的不错。嗯。别整假的。嗯。这是个机会，要把握住啊！好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唠咋样？我都铺平垫稳了。那个丽蓉啊，燕儿啊。你回来了啊！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？这谁呀？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。我呢跟海燕是舞伴，一起在一块扭秧歌。啊，海燕，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？母亲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，成宿成宿那么看。最近呢，就迷上那三国了。你说里面那唐僧啊，把我气的，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。要我说，里面最招心，还得说那八戒。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，那得老火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这海燕呐，算了，哎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。你这看的啥书？看串了咋的？看小人书了，看杂了，没有，别看书了，是气人呐！告诉你啊，铺垫的好好的，给他描述。那什么啊，丽蓉啊，那个你在这屋唠，你上那屋去。来，你上那屋去。好。你在这唠啊。那个燕儿啊，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。啊，不对，你俩先唠，我跟他唠会儿。唠吧。哎呀妈！一年没上这屋来了。怎么称呼你？啊，你管我叫丽蓉。蓉儿啊，我是你静哥哥。人家还改姓了呢。宋哥哥。这么有意思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来让我端详端详。哎呀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发现没？你拿活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？你们发现没？啊，你瞅着长得哈，真有福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双眼爆皮呀、啊！我是爆皮，脸上有点风吹的，啥也没擦。不用擦，一脸的旺夫相。你老头死多年了？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？你这啥呀？这是？没事，表哥，我说那个旺吧，是忘了的忘，忘记丈夫那个忘，忘记啊，挺有意思。那行，老头啊，没呀，好几年了啊。嗯，那旺夫相的死老头，我得给他看看手相。哎呀呀！介绍对象呗，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？哎呀，你看妹子，你理解差了，他可不是算命的，那啥，他吧就是懂得多，会的杂，知识渊博，看的还准呢，看的行、啊，看。哎呦我的天！小宋，哎呦我的天呀！你瞅瞅，下手了，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。
在30左右岁折的，证明你老头是30左右岁没的。到46、47岁接生的，你今年也就46、47岁啊？46，你找找。我哎，这干啥？哎呀，咱俩的命啊特别合。你看看啊，你是水命，我是木命，船底木命。就不怕你的水来泡，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，别把我冲那屋去，那屋大哥是火命，再把我烧了，你说咋样不咋样？你这，哎呀，这话这么有意思，花是给你的啊，你拿吧，谢谢。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？这咋还算个命了呢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去年。去年信星座，今年信五行，那是五行。你说行就行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听你的，金木水火土，60年一轮回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。你克我。瞎，咱俩又不是两口子，怎么能克着你呢？你啥命？我苦命。你看，你土命，我木命。大哥，你生我。我的妈！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来？你这真的是，又生他了。小宋啊，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。你怎么还下手了你？你这有意思？干啥呢你？咋？挺有意思，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，你整对象啊？人是挺好的。挺好的，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？那挺好。没嫌黑是吧？挺白的。你说的是牙吧？那是显的，大哥，我跟你讲个故事啊，大妹子你也听着。又去了，哎呀！那年呢，有一天呢，下午黑，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，溜达溜达吧，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，看着个女的，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，那女的我看着我，没事就跑啊，边跑边喊呐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！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？”那往后啊，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，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。宋啊，过去。拉倒吧你！你可别这么整了，你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，你没看吗？特别有修养，有文化，明白吗？你呀不能这样，你得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，你知道吗？提高一下文化素质，这样，我教你一首诗，多看书吗？你不说你看书吗？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？苏联秧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呀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那高尔夫又是谁呢？高尔夫像你，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，你。什么都不懂，那是个诗人，作家。你说大哥，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，你说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！来，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啊。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打个样。一会儿啊，我教教你朗诵诗啊，得有底气，胸腔共鸣、口腔共鸣、脑腔共鸣，好几个共鸣放一起。啊，明白了，听着啊。哦，这个啊，那个要比赛了，训练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狂风，还认字呢。狂风卷集的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一只海燕在
高傲的飞翔。不是，哎呦我天哪！你干啥呀？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儿嗑，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，干啥呀？还说我高傲？你有啥关系？你们这俩，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，咋都这么没文化呢？这是，你别整这么激动啊！最关键的是，第一句要喊出去。没事，我让他练练文化。没有，挺有文化的，去去展示一下啊！共鸣，你说他不难念啊？练练练练，练练练练。啊！妹子，你说笑一笑。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。你这干啥呀？玩意儿给我吓一跳！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，你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夫。诗，诗，念念念。啊啊，在苍途的。哎呀，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天灵啥的，这怎么着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，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的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见面，来这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问我怎么？哎，输了。我这么有意思，你想是不是？大哥呀，你这么拿牙上架的吗？这是哪？啥玩意儿？这是？哎呦我的，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说。不是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妹子啊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吗？没啥说的。没啥说，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？咱们喝点。不吃饭了。对了，搁这儿吃啥饭呢？这可不是我抠，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是不？真行、哦、嗯，单独出去啊，妹子，嗯，改天秧歌队见。行，听你好消息啊。啊，好了，走吧。啊、走啊。好。哎呀，你太有福了。哎呀，海燕，你这再分一点，再分，怎么分呢？你在你这屋待着，不行过去啊。大哥，咱俩上哪儿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嗯，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啊，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哥，啊，走啊！我不去了。那你客气啥？没事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搁家吃点得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咱俩不说好了吗？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？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？快走。哎哎，那海燕呐，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？那郑海，你把手撒开。啊，我让你把手撒开。我这他转的我、啊，妹子你干啥呢？你撒开！不是这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赵小孩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我问你啥意思呢？你啥意思？我，这不明白的吗？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？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，你俩好在这过吗？这不明白的事吗？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？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，我怎么喷你了？你丧良心不？我是那么说的吗？你咋说的？咱俩离婚了不假，没办法呀，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，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，我从来没当着过你，不带那么干的，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。这
是我撬来的呢？我怎么撬的来呀？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？这不你送到手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明白了，燕儿啊，我整误会了，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，可不咋的，这个是你老伴儿。对，我不是，俺俩是邻居，我一直搁外边住。哎呀，燕儿啊，那可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？啊，那真的吧，你俩离了？早就离了。大哥真的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跟我过去走。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？妹子，我也非常感谢你，今天就是一场误会。大哥没有那个腐恨，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，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，就给我这么亮了。你说我就是个这，咱俩也成不了。这个你呢，这人挺好，你看你们能不能啊？大哥，大哥不去了。嗯，我瞅你挺渴的，我给你留个名片吧，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。咱俩成不了夫妻，我当哥哥养你啊！拿着，我给你保管。我给我的名片。那个燕儿啊，那真的，还有没给我一个呗？你去一边去吧。那个燕儿啊，我回去了。不管咋说，我谢谢你。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，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，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。气死我！那什么妹子，你那东西得拿了。还让给我拿了，我不要了。东西都不要了。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。我就告诉你赵老汉，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，成木乃伊，你也不能离开这屋，这姐们处的。小宋啊。对不起了，你这又黄你一回，一年一回呀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，你可长点心吧。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岔劈了？我看你五五渣渣，你一身能的，你就不出息呀你呀。我告诉你海燕啊，这个克那个，那个克那个的，我看呢。就是你克我，你瞅你那损色，你瞅。哎呀，这整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。